们龙洞镇公所哈，因为易碎节的这个举办啊，那这一次因为疫情的关系，也非常的严峻哈，所以易碎节也取消了。啊，但是呢，因为很多的这一个我们的厂商，还有我们的赞助的这一个的单位啊，在之前也给我们了很多的物资，那包括了金钱，包括了物资，那我们也经过他们的同意，我们将这些的金钱跟物资转做我们防疫的这一个买防疫的消清消的一些的器具，跟我们第一线的防疫的这一个物资。那也把这些物资呢，要转送给我们，对，在第一线的医疗还有警消的这些的，我们的同仁，然后也是好朋友。那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把这些物资转送给博爱医院、圣母医院，还有我们的罗东分局，还有消防队，还有卫生局啊，要感谢他们这段时间辛苦了啊。所以呢，这里面也包括了这一个。宜兰信用合作社捐给我们50000块，还有我们的这个金鹤的这个公司30000块，那诺贝尔20000块，然后我们把用这些的100000块买的这些我们的消毒的器具跟我们防护的这个用品，那还有那八格花呢的这个乳酪包，还有叶穗香的这个蛋糕呢，我们把这些东西要转赠给这一个。博爱医院、圣母医院，还有分局，还有消防队的这个小好朋友，还有我们的这一个卫生所的这些单位的他们的辛苦啊，所以呢，在这边要跟所有的好朋友讲，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很多很多的物资都一直在进来，包括了哈、我们很冠廷公司给我们的这个口罩啊，还有一些像这个。我们的消毒的这个干洗手的这用品，这些在都是大家对于我们罗东镇各界对于所有的同仁哈，所有的这一个在第一线防疫医疗的这些同仁，他们的这一个辛苦啊，所以呢，我们也借有这个机会要感谢他们，他们辛苦了，那希望说赶快的能够度过这个疫情，那大家都能够平安，要在这边呢再借一次这个机会感谢他们。谢谢他们，谢谢。谢谢。